又一次站在春节晚会的舞台上，我是感慨万千呐、啊。哎呦，姜昆啊，有什么感慨跟朋友们说一说？第一年春节晚会我就参加了，这我们知道，1983年，这小30年了。哎呦，那时候相声多受欢迎啊！没错，麦克风往这一摆，还没说话呢，底下哇是一片掌声，大伙儿喜欢听相声。今儿说好几句了，怎么一点动静还没有？哎。你还带要掌声的？哎，那年我跟李谷一演一个节目，这大伙儿知道，唱的是《刘海砍樵》。哎，那个节目好不好？好，确实精彩。30年前，那李谷一多漂亮啊！啊，的确漂亮。你再看30年后的李谷一啊，还那么漂亮吗？你这没说一样，老艺术家不减当年。那一年李谷一一个人唱8首歌。哦，第一届春晚李谷一一个人唱8首歌。哎，今天的春晚呢，8个人唱1首歌。8个人唱1首歌，人才太多了。姜昆啊，这些都不主要，今天站在春晚上，你给朋友们说什么相声？哎呀，我有点不会说了。怎么了？我有点晕。晕什么呀？30年前30年后、太多不一样。你可以在这儿说一说呀，我跟大伙儿聊一聊。可以啊。哎，30年前啊，在大街上，这个骑自行车的，他羡慕那个开小轿车的。那时候小轿车是个稀罕物件。哎，30年后，这个开小轿车的羡慕骑自行车的，为什么呢？这玩意一堵车，他比我快多了啊！别说、这就不一样了，不一样了吧？不一样。30年前，人吃粉丝，那么现在呢？现在弄不好粉丝把人给吃了，这俩粉丝概念也不一样。哎，30年前，生了儿子起名管他叫狗子，外名好养活。现在养狗管他叫儿子，啊，对，对对对，那叫宠物。哎，我女儿遛狗回来，一看我坐那儿呢，一拍这狗屁股，去找姥爷去。老爷，你说我哪有这么一外孙子成天在地下趴着。这个辈分还没错，现在人们都喜爱养小动物。对，30年前穿衣服讲究合身，那个时候讲究可体，现在年轻人讲究时髦。嗯，这衣服不是大两号就小两号。那要大两号，手面脚面全盖上，小两号沟沟坎坎哪儿都露着。哦，小姑娘长得挺严肃的，就那肚脐眼老冲你乐。你观察的还够仔细的。现在年轻人都追赶时尚，另外一种漂亮。30年前你要夸这个女同志漂亮，女同志不好意思，是吗？要说谁漂亮的不许那么说，讨厌。那时候女同志都比较含蓄啊，现在这人多自信啊。大街上你喊句美女，嚯，大娘大婶一起回头，都以为叫她呢。这个嚯，对，现在你看看人们这个精神状态，透着这么自信。哎，自信。哎，现在我们那个30年前，结婚搞对象的时候，老偷偷摸摸的，偷偷的，就像搞地下工作似的。嚯，怕人家看见，是吗？抽等来一收着，哎呦，那什么，我们俩这谈工作呢，主要是怕别人看见。30年以后。现在谈恋爱哪儿不能谈呢？现在小年轻的谈恋爱随便。头些日子啊，在那个商场的滚梯上呢，前边谈恋爱的，在那儿谈，在眼前，呵，脸对脸，越来越近，越来一会儿嘴跟嘴搁一块儿了，亲吻上了，就在我眼前。我说那个，耽误你们一会儿，能不能让我先过去？那二位呢？嘴没动地方，一撅屁股，哎，我就过来了。过去了。过来以后，我这个晕呢，我从哪儿过来的？你从底下钻过来的。就是啊。瞧你这点出息，这事儿 也就让你碰上了。30年前，照结婚照得照。哎呦，没什么衣服，得去借衣服、租衣服。那时候都这样。我穿这西服，那好看不好看？挺漂亮的。里边那衬衫没底下，没袖子，就这么一块儿。哦，那是假领子。假领子，对对对。现在你看这衣服多多呀，春天的、夏天的、现代的、古典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听说最时髦照结婚照讲究不穿衣服照了，
不穿衣服照，光着往上画画，说叫人体彩绘。嗯，你说这玩意儿我反正我是不敢照，照完了挂什么地方？江哥啊，这个你就不懂了。嗯，年轻人有这么句话，这叫留住青春，留住性感。三十年前你要说人性感，那跟骂人似的，是吗？马上人就得回你，说谁性感呢？你才性感呢！哼，臭流氓！哟，这真骂上了啊！江坤啊，你刚才说的这些，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都感同身受。对，这说明三十年细微的变化被你发现了。我说这是巨大的变化。嗯，我是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那我要说说三十年前的事儿，那我就跟你说说三十年后的变化。可以呀、啊。哎，咱们先说几个名词。好，三十年前有个词叫痛快，现在年轻人说痛快，外爽歪歪。新词儿、哦，爽歪歪。对，三十年前叫深入，现在叫零距离接触；三十年前叫瘦弱，现在叫骨感；三十年前叫减肥，现在叫瘦身；三十年前叫半老徐娘，现在叫资深美人儿。啊，资深，网上你看看、那动作，啪啪啪，来认识一下芙蓉姐姐。你这姿势一点都不美，对不对？在。